老婆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久等了。我刚临时开了个会，没来得及跟你说。正式去开会吗？嗯。开会需要喷这么香的香水吗？ 香水我每天都喷的。你常用的香水持香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，前调小豆蔻，中调广藿香和香根草，尾调苔藓果。你自己闻一闻你身上的味道，全都是小豆蔻的味道，肯定是临回家前喷了大量的香水啊。你到底在掩盖些什么？你是不是出轨了？ 真的在开会啊！开会的时候他们都抽烟，知道你不想闻烟味儿。那你要是不信了，你就去问问他们。吴总吗？就是，巧了，我今天回来的时候就碰到吴总的老婆了。他跟我说，吴总摔断了腿，近段时间都在家里休养。麻烦你下次撒谎之前，能不能跟你的兄弟对好口供啊？ 干嘛？接，免提。